青木，你醒了。本尊是白雪。青木，你醒了。本尊是白雪。白。三界唯有一人可换此命。夏君见过白绝神尊。是你救了本尊。回禀神尊，神尊伤重昏倒在乌通林，夏君斗胆冒犯神尊了。金龙血脉，你与目光什么关系？目光是夏君的父神，夏君名唤景昭。那你的母神是？无幻神君。你所说的青木是谁？青木，他是。古君，参见白绝神尊，恭请白绝神尊移驾青池宫。青池宫，为何不去朝圣殿？朝圣殿神界已经关闭了，莫非神尊都不记得了？本尊沉睡了许久，许多事情已经不记得了，如今觉醒，想好好休息一下。你们都下去吧。是。神尊觉醒后，是你一直守在他身侧？是。昨夜乌通林魔气肆意，我被魔气挟持，青木赶来救我，可当我醒来，青木，青木。却发现了觉醒的神尊。那神尊为何会失忆？你可知欺瞒本君的下场？古君上神，我是绝对不可能会伤害青木的，更何况他已经觉醒为白绝神尊。神尊沉睡万年，醒来之后记忆有缺失也属正常。父神，青木觉醒了，他是白绝神尊。夏君目光，参见白绝神尊。六万年未见，神尊可还安好？你一人进来，本尊有话问你。是，神尊。